冯小小，工程进行得怎么样了？没问题，已经运作正常。爬这么高，要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，队长，我设计的这个攀爬背包可安全了，再高的地方我都能爬上去。很好，这些风车可是我们风部落数代蚂蚁们梦想的结晶，他们解决了布莱星大部分的电力供应，所以说我们责任重大，绝不能马虎。是的，队长。嗯，风车怎么停止运作了？不是说一切正常吗？我已经检查过好几遍了，没有什么故障啊。报告，不好了，风部落所有的风车都停下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没有风了。是啊，从刚才开始就没感觉到一丝丝的风。怪了，我们风部落可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啊。你们快看，山顶上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那里是断风崖。坏了，难道是？是什么？我曾经在部落记载中看过，在风部落的断崖之巅有一棵风之古树，古树已经存在了几万年，传说古树一千年才会结出一颗风葫芦，风葫芦就有操控风的力量。操控风的力量？难道古树今年正好结出了风葫芦，把风力全吸走了？很有可能。马上召集部落成员返回总部，共同商议应对的办法。是。为什么没有风啊？怎么办呢？大家想想办法吧，看队长怎么决定。报告。怎么样，外面有风了吧？队长，还是一丝风都没有。不能再等了，我刚刚接到蚂蚁皇后亲自发来的通知，由于失去电力供应，布莱星已经陷入了混乱当中。蚂蚁皇后命令我们马上解决问题，看来咱们必须派人去把风葫芦摘下来才行。哇哦，看来咱们风部落要成为全布莱星的焦点了。立即准备风速飞行器，前往断风崖。是。不知这次的任务队长会派谁去执行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要是谁帮布兰星解决了这个大难题，他就是整个星球的大英雄了。哇，大英雄。都准备完毕了吗？已经全准备好了，马上就可以出发。很好，这次任务就是由我亲自去执行，风小小你留下等候命令。可是我不用多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队长太自私了嘛，自己想当英雄竟然不让你去。我不让你去的原因你以后会明白的。根据风部落古书的记载，摘下风葫芦的人将会受到可怕的诅咒。我只是想出一份自己的力量。这个是飞行器上的设计图纸。糟了，飞行器引擎上有缺陷，队长有危险了。我得赶紧到断风崖通知他。飞行器一定坚持不了到达山顶，我得赶紧上去帮助队长。怎么回事？队长，我是风小小，我正在你的下方。是风小小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队长，引擎的设计有问题，飞行器已经失控了，随时都会坠毁。什么？可恶，没办法。风小小，我没事了。总算脱险了，可那个风葫芦怎么办？只能由我去摘了。不对，如果我摘了风葫芦，那岂不是抢了队长的功劳？有了，我把风葫芦摘下来，然后悄悄交给队长，这样大英雄还是他。
吞风崖这么高，连飞行器都很难到达，我真的能行吗？有办法了，我还有这个，我一定要爬上去帮助队长成为英雄。终于爬上来了，这个肯定就是风葫芦，摘下它就能解决一切。风小小，风小小，可恶，风全长竟然被他们先拿了。太好了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大坏蛋吗？风小小，我是队长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看来传说是真的，摘下风葫芦的人会受到诅咒，变得神志错乱。风小小，风小小，救你的人是我，他是个骗子，就是他害了你。队长怎么会害你呢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队长，你想要跟我抢功劳，不让我当大英雄。一定是风葫芦的诅咒让风小小变成了这样。对不起，本来接受诅咒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风小小，风葫芦一直想把你赶出去，不过你现在拥有了风之权杖的力量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们。哎呀，幸亏你提醒了我，可恶的风部落，我要好好惩罚他们。风小小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快回来。风小小，不要啊。不知道队长顺利完成任务了没有？哇，风来了！太好了，风车恢复运转了！怎么回事？这风也太强了点吗？风小小！可恶的风部落，我要把这里全毁掉！风小小，你怎么了？暴雪龙卷风！干得好，你果然是当大英雄的材料。大英雄？我做梦都想当大英雄。那就加入我们黑魔军团吧，我们一定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。哇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风小小，你不能走啊。风小小，求越过了守门员，求你了。成功了，好耶。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男生，为了一个球抢了半天，一点都不好玩。这是足球，是男生追逐梦想的游戏，你们女生不懂的啦。不如咱们也来一场足球比赛。这主意不错。那我和土豆豆一队，你们俩一队。这样分不太好吧，我们两个速度和力量都处于劣势呀。只要我们配合默契就没有问题。哟，口气真大。那我们就奉陪了。开球。嘿，传球。你一边看着就行，让我用速度来取胜。还是让我来吧，快追。金彤彤，你到底跑哪边呀？竟然抢我的球。我们去夹击他。我们赢了，太棒了！应该让我去进球。凭什么？应该是你掩护我才对。踢足球最重要的是配合，你们没学会互相帮助，当然会输给我们了。说的对，
正所谓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我才不要跟他配合。我也是。啊，是博士找我们了，一定是发现小灵珠的消息了，我们赶紧回基地吧。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出现在西班牙的伯纳乌体育场啊。伯纳乌体育场，那可是皇马足球队的主场啊。没错，皇马队一直没有固定的主场，直到1947年伯纳乌体育场建成，球迷们终于实现了在现场观看的梦想，这里也成为了皇马球队百年历史上的传奇。啊，冠军球队的主场，一定要去看看。五星飞机已经准备好了，赶紧出发吧。为梦想出发。奇怪，怎么没信号呢？有了有了，快看。好球，过球，快传球啊，快球，别傻愣着，快去防守啊。小灵珠在伯纳乌。怪你，看什么足球赛，害我们来晚了。明明是你想干的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运气真好。看看，我找到小灵珠了。快去抢！好。快来快来，我找到了。那是谁？小心你们后面。无敌飞铲！水灵灵，你没事吧？识相的就把小灵珠交出来！啊，土豆豆有危险了！啊，金彤彤、火葱葱，小灵珠交给你们了！耶！耶！一起上去夹击他！嘿，火葱葱，你忘了上次的足球比赛了吗？快把小灵珠传给我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啊，双人连环拦截。到手了。火葱葱，你还好吧？可恶，要是我早点把小灵珠传给你就好了。身为五行战士，就应该有夺冠的梦想，我们还没输呢。只要有梦想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反败为胜。两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想跟我比足球技术，我可是全布兰星部落杯球赛的。看来你们还不死心呢。我们还没输呢，刚才只是1-0落后而已。对，还有下半场呢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接受你们的挑战。开球！不好，小灵珠飞过去了。这就叫配合。嘿嘿，嘿，倒挂金钩，过，哎，干得好，哈哈，这才叫配合。快，加击战术。火葱葱，看球！哎呀，不好！接到！金彤彤，神龙摆尾，头锤不稳。
改变战术，我们分头堵截他们。金彤彤，明白了，你跑不掉了。站住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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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形换形。走开呀，风小小！火圣者五行蚂蚁队，太好了，你们终于拿到小灵珠了。当然了，我们可是很有默契的哟。你会不会踢球啊？要不是有你这个猪一样的队友，我早就赢了。你的腿法也好不到哪儿去呀。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。小灵珠又被五星蚂蚁抢走了。风小小，都怪你。明明是自己球可不好。